送上感恩祝福包，慰劳绿衣天使们在防疫期间不辞辛劳，配送口罩与酒精。非常感谢我们慈济那个基金会能够举办对我们外勤投递人员一个肯定与鼓励。身为防疫国家队的一员，中华邮政接下来还承担振兴三倍券的配送领用作业。慈济基金会举办关怀活动，为邮务人员打气。在这个时刻呢，能够及时付出来感恩邮务室。慈济之工也特别准备了健康美味的素食餐盒，与邮务同仁们分享。减少杀生啦，还有减少那个二氧化碳的那个排放啊。敬天爱地，护身爱地球，就喜欢这边来推素食哦，那防疫新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感恩祝福，诚心推素，希望让所有邮务人员拥有健康的身体，与全民共同为防疫工作努力。大爱新闻张国端、吕月维与您报道。